种下去的这个生菜，现在每一个都非常非常的精神，还是这个菜好种。哇，这个黄瓜一晚上不见，它的这个顶的话都已经要超过这个爬藤架了，所以现在这个爬藤架的这根竹梗完全支撑不了它了，现在就去拿一根更长的这个竹子来给它做一下支撑。这个丝都缠住这里了，那我就往这边切。OK， 然后再把这一些黄瓜稍微梳下来。我发现它有的地方一个黄瓜，你看这里这一个的话这么大，其他小的就给它抠掉去，感觉也长不是那么容易长大。底下的都黄掉了，因为挤了太多个了，尽量让它一个节就长一个黄瓜挺好。哇，这个底下哇，这个小黄瓜现在都有很浓的这个黄瓜味了。这个猕猴桃现在开始有点听话了，会往前面走了。现在稍微给它协助一下，这样就可以。这一颗玫瑰国度的天使，这个花已经开出一点来了，真的非常的像这个玫瑰。不过现在是它的这个粗花，不是那么的大，但是真的很漂亮哦。